了庆祝建国百年，文建会出资2000万元拍摄了一部以孙中山作为主题的纪录片《逐梦者孙逸仙》，预告片段在今天曝光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选在国父诞辰纪念日前夕，国父孙中山的纪录片预告抢先曝光。这部花费2000万经费拍摄的《逐梦者孙逸仙》，镜头穿过时光，前往台湾、英国、大陆等17个国家，重回孙中山踏过的足迹，记录国父的一生，如何处理敏感的史观问题，甚至情史，都格外引发外界关注。其实历史上有发生的事情，那就是有发生嘛，哈，你不会因为说要把一个人好像这个说不要让他有负面的事情出现，然后就故意完全回避掉。我觉得我们用这种平时的态度来做。这部纪录片去年8月刚开始发动时，曾经一度引发争议。原先文建会找来写过孙中山小说的作家平路，以多元的观点筹划这一部纪录片，没想到却引来监察委员周扬山的挞伐。双方曾经为了该如何来诠释孙中山争议一时，后来则是平路退出了这一部片的筹划。他因为他的时间的安排，他就表达说他离开基金会了，所以就那这个事情的后面的开始在动作其实是在今年嘛，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参与。目前这一部纪录片还在后制中，预计在12月初要登上大荧幕，也打算安排在电视播放。不过敏感的史观诠释问题，年底上映后恐怕又会引发一番论战。记者殷磊琪台报道。